随便的，你说的我都愿意。阿姨，我来接菲儿回家了。哎呀，女神，你怎么才来呢？媳妇儿，你说哈，你不用来接我，这是我爸妈家好吃好喝的。不是，哎，每天大鱼大肉，什么活都不准我干，洗碗做饭、洗衣服，我什么都不。不是媳妇儿，你别生气，跟我回家吧。我妈我爸怎么舍得我回去？他们什么样啊？妈，我还是女儿。往后爸爸妈妈给我的不少。哎呀，走吧，媳妇儿，跟我回家吧，哈。我爸怎么舍得我走？你信任他一会儿就接我了。爸。哎呀，我给你。